他抱抱的时候是这样，是吗？我妈妈是很聪明的哦，很聪明。这边的公六岁，我来，比我的奶大。对，他是爸。嗯，太冷，他要他妈妈抱抱。那你跟我抱抱的时候用这样，对不对？搬家哎、欸，搬家了。他怎么又换位置？搬家了。嗯，要找看看哪里比较不冷。太可爱了吧！搭便床。人心要不要给？哦，太冷了，抱的哎、欸。不要给他背背。还有抱的在走路哎、欸。为什么这样走？很可爱，对。太冷了。对，太冷了，对。要抱着，比较冷。嗯。搬家要抱着，不然太冷了。哦，他们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。哦，被子掉了，要捡起来。